抓住抓住！哇，快进！今天我们特意从我妈老家偷了一对土凤凰，一黑一白，你看，非常漂亮哈。我们拿去把握这个从来没抽过的这个很长的一个水坑哈，希望鱼获多多哈。来，把握鱼获多多。过了几天，登岛了。这个是我江西的一个粉丝过来啊，今天要跟森哥一起去抽水坑，我们到上面那个水坑，阿峰在船上看船啊。好，走。大家，我是阿森，我是江西来的粉丝阿亮。来，我们今天爬这个非常长的一个水坑啊，以前从来没抽过。来，阿亮扔水管。好，阿森盘呢？好。水管不够长，然后现在森哥用那个水桶啊去舀水。阿亮，都给我扳住！好、哦，来了，我这么大的扳住没进到。哇，还细石头。是啊，有一两斤哈。然后这里也是满的。哇，还跳啊！喂，来，抓头，一两斤啊。哇哇，真牛掰！哇，神龙摆尾。森哥，这个都什么鱼啊？哇，这个珍珠斑啊，很漂亮，来抓住，好好，两边手抓住，扔到土里面，漂亮，哇、哦，窜出来，来了，小包公啊，这个半斤多，哎哎，这里还有只，哇、哦，哇、哦，大一条哈，一斤半有，来，这是什么鱼？哇、哦，哎哎哎，不要跑了，珍珠斑，半斤哈。哇，鲈鱼，半斤多，一斤多有，来，哇，这边很多搁浅呢，先抓红鱼，你看红鱼就像弹簧一样，这个可以，哇，这个搁浅了，珍珠斑很久了，你看还是活的，哇，是黑斑哈，啊，还有一只鲈鱼，这鲈鱼也是一两斤了，哇，哇，最近龙虾很多。又是小龙虾，是3-4条的，先收了。哇，螃蟹！哇，你看，哎，咬我，还是带籽的。哇，好，还好咬我手套。来，再等下来又放生了，这么多可以产出非常多的小螃蟹。来，哎，这里又是，哇，珍珠干，好，一斤。来，上面还有一个水坑，哇，又是一只。黑斑哈，这个有一斤半，来。这边有一只好大的鱼，来来，我来。嘿，哇哇，这一只很大，这是彩雕，哎呦，小心点。嘿嘿嘿，来来来，扔到土里面。等我等太久了，哇，好漂亮，你看。这是珍珠斑哈，来。森哥。那边好像还有一只，哎，等我啊！哇，这个洞有点，跑哪里去？还跑，还跑，往哪里去？啊啊啊、哇，抓住，抓住！哇、哦，快接住！来，黑雕啊，那里面好像还有东西、啊。还有吗？我来摸一下啊！哎呀，这什么软绵绵的？我去！我拽不动啊！呀去！哇、哦、妈呀！哇，我去！这个石头，快接住！这个这么大的，我第一次见。非常漂亮哈！这只八爪真的很漂亮，你看，像大转盘一样。来，来了，鲈鱼又一只。哇，这可能碰到石头了，身上都红色了哈！来，哎，大包公，看见了。哇，这个有两斤了！哇，这洞里面，哇，躲在那洞里面，哇，一只龙虾哈，从里面抓出来，躲在那里面非常深，这个、应该有半斤啊。喂、哎，哇，吃点红斑哈，这个有一斤半了，这一斤要400-500、500-600啊，这个应该有一斤半了，来，今天收获非常不错啊。哎呦，畸形啊！没事，收了。
哇，这么小的螃蟹，可能是几天那只螃蟹的儿子吧哈。然后等一下一起跟他们母子俩放生了。哇，大叔，哇，漂亮！哇，这是什么？好像龙虾。漂亮。哦，不能进去了。哇哇哈！大龙虾拽出来了，回去给我拽断了，漂亮！哇，太多了！哎，哇，这你妈太会跑了吧！哇，里面很多鱼啊！石头挡住了。哇，一大窝！哇哇哇，这大！哇，来了，来了又来了！哇，都是！来了，真是大！哇，漂亮！哇，这么大！来了。好，剩下小的我们不要了，回家吧。好，现在孩子也差不多长潮了，走，爸爸回家。好，回家。哇，这个水坑非常深啊、哦。对。来，我们看一下鱼窝啊、哦，来了。哇，爆头了！今天爆头了。这里是八爪，来抓进来，你们。龙虾、小鱼不要抓哈，小鱼等下放生。小鲷鱼。爽不爽呢？爽，今天大收获。这么大的八爪鱼都没见过。你看，主要龙虾，你看。哦，鳗鱼小心点，鳗鱼小心。来，阿亮帮你老乡抓一下。好。哇，阿亮厉害。鳗鱼要抓头、啊，这小鱼都放生掉哈。啊，对。来、啊，我们把这只几只带子的那个螃蟹哈，再去放生掉，因为这里面太多只了，因为很多小螃蟹。然后把这个小黑毛全部放生，来，我们一起放生吧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我们回家了。阿峰船已经靠过来了哈。买鱼了，老板。哇，这八爪已经到齐了。五十吧。哦，300零4啊。这个鲈鱼都是60块哈。海鲫也六十。鲈鱼海鲫是60块。哎，这红鳞3只的。这是桂鱼啊，厉害了。最近对于价钱也不错，1斤多600。这个包钩呢，跟珍珠斑的一共多少钱？算330吧哈。鳗鱼一斤多少钱？这条鳗鱼很棒，150。龙虾一斤多少钱，老板？今天抓了3只龙虾。重的是吧？算350给你哈。算530吧哈。一共是2329。2329。我算2335给你。啊，那多赚5-6块钱。没事。现在现金给你啊。好。哎，今天现金不够了，只有700块，然后微信转1635给你啊。好。好，到站了哈。好，下次多多，希望搞多多了啊。好，那你先去买去啊。好，我们回去吧。我们现在鱼已经卖完了，卖了2335块钱哈。老板还多算了6块钱给我们。我现在老板只给我们现金700，等一下转300给你，然后剩下的300多我们就代用钱跟那个打窝的钱。然后今天收获总体还是很不错的哈，希望再接再厉。
然后最后我们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喜欢阿森赶海的加关注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森。前几天我叔叔送给我一只母马，大概有五六斤，我们没来吃，今天我们拿过来打过这个水稻哈。来，这个五六斤的红马打过水稻，给我多多，给我多多。过几天过来把它还掉，现在先回去。三天后，开船干了两个小时，中午到了，前几天打窝了这个水洞，海水马上涨潮了，快点开吧，开吧，开吧。来了，开船干了，海水也快涨潮了，哇，好多，哇，好多啊，来，黑钓，小心。哇，都是黑雕！哇，这只黑雕漂亮，一斤半！哇，这么大！哇，刀头啊，有三四斤啊！好的，来进去！哇，黑雕的哇，又一只，一只一斤半的。老公，开播了。哇，又是那小秃噜，哇，这三斤哈，来进去，这八斤的黑雕的窝，哇，珍珠斑，六一斤半了，哎，这里，哇，这是八爪，我这是躲在洞里面，抓出来。小八爪，这么大的八爪最好吃。哇，又一只珍珠斑，你看，蓝色的，漂亮。哇，小土龟，小土哥，很久没抓过土龟了哈。这现在这一斤可能要200块钱。你看这个什么东西啊，还躲着一只皮皮虾，再瞧顺便再瞧，这又是黑雕，最近黑雕的季节啊，这么多黑雕，开工，看来今天发财的节奏啊，哇，算出来这里太多了，就是上不出来，哇，这八爪也太大了吧，你看这边冲到这边来，哇哇，这八爪太难抓了，出来了，哇哇，躲在那洞里面，这么大两斤吧哈，别找一下，是不是能找过了啊，那是这里还有个小水坑，你看，我看见鱼了，哇，躲在这里红果，哇，这个一斤多的小红果啊，走，躲在这上面，这，哇，大手，珍珠斑，哇，差不多摸遍了，没有了，阿文，我们回去吧，回去卖钱，快点。海水涨潮了，小心点啊！哎呦，他们船怎么跑了？知道我啊！啊，可能绳子系掉掉了，看什么？游出去了，怎么了？完蛋了，到鱼里去了，看人了，他说我不要鱼了，不来了。I see.
都回来了。啊，对。哇，今天很冷。哇，你今天这边收鱼的？对。然后这条海鲫多少钱？50。五十。那今天鱼过河是卖了1236啊，我这边就微信转给你。啊。嗯，过去了。嗯，过来。啊，老板，谢谢了哈。没事没事，下次有鱼还找我啊。啊，好。那我们先回去。好。啊，我们回去了。啊，我今天我们鱼窝一共卖了1236，我等一下转微信转600给你啊。可以。然后今天我们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喜欢阿生赶海的加个关注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